大家早，现在本席宣布今天的会议正式开始。内事长、市府里秘书长、各局处所长及新闻媒体各位好朋友，我们本会古木哈久议员及全体同仁，以及咱电视机前咱敬爱乡亲长辈时段，今仔日是咱12月13日星期二，也是台南市议会第二届第四次定期大会第31次会议，上午议程是咱的市政总质询，每人质询时间50分钟。现在咱今仔日质询议员的顺序，由着咱的古木哈久议员、林燕竹议员、林美燕议员。首先，咱就请古木哈久议员做50分钟市政总质询。古木哈久议员，请。好，谢谢主席。大家早安。先放下一张，第一张。这一张哦，是我们在最近的时候开的一个记者会哦。那这个记者会的主题是国家消费原住民哦。然后呢，请确实落实转型正义，推动族群主流化教育。那这样的一个记者会，原因是在于哦，我们的云嘉南国家风景管理处在前一阵子的时候，举办一个活动，然后当时的记者会呢，利用了我们西拉雅族群的祭典孝海祭。那整个仪式的过程，不管是它所呈现的内容，还有它的服装、仪式、人员，全部都不对。那一天的活动其实是要是要行销，好像什么，就是那边的观光啦。但是呢，整个记者会的内容都是用西拉雅族群的孝海祭的仪式，哦，在那边庆祝，在那边欢乐，还有弄火把。那这样的事情其实让我们的西拉雅族人感到非常的生气，哦。那这件事情不晓得市长你知不知道，你有关心这一则新闻吗？那个谢谢古木哈久议员，这个我知道啊。后来你们开记者会之后，我也认为哎，这还蛮唐突的啊。西拉雅国家风景处处长他也有道歉，对，谢谢市长，哎，对。所以那一天呢，其实我们非常难过也非常讶异的是说，这是一个国家级的单位哦，结果连我们的相关的单位都对原住民族的文化这么的不了解，而且呢，西拉雅族群的这个孝海祭，它是为了要安慰亡灵啊，安慰亡灵，而不是说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然后好像是这样子的一个消费的方式哦。那我想，而且这个所有的仪式过程当中都没有邀请那个西拉雅族人哦。我想这样的一个事件，其实又是再度消费原住民的一个案例哦。好，下一张。那天的记者会哦，其实我们的重点并不是要去批判国家风景处哦，虽然我们的处长他有本人有亲自到现场哦，我们是透过这件事情要反映的，是要让社会大众知道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其实一直不断的在复制，一直不断的存在很多的偏见，偏见久了就形成了歧视。所以原住民族即便在现在，其实都透过有形无形的制度，都一直一而再再而三的侵害我们的尊严，消费我们的文化，泯灭我们的尊严。所以我们在这里是要凸显出，让这个国家知道，让这个主流社会知道，要针对，就是针对原住民的相关的文化，其实真的要多一点了解哦。那下一张这一个是第二个新闻哦，在更早之前，上面上一张，在更早之前的时候，也是发生了一件事情哦。我想市长你也知道，就是正门宫那时候就是正式家庙正门宫哦，
他说有被托梦哦，被郑成功托梦说要跟原住民族道歉哦。姑且这个道歉的事件到底是真是假哦？但是呢，我们虽然肯定，可是呢，这个道歉的仪式呢，却是也是一样的方式哦，也是用了非常不好的方式然后来呈现。所以呢，我们也召开了记者会，再度呼吁不要再度消费原住民。所以呢，以上两则新闻，其实在这个社会，在这个国家里面，常常不断的有这样子的一个偏颇的观念，不正确的观念，对原住民的不了解，甚至是自以为是的了解，自以为是的了解，然后呢，就是有这样子一个不是很好的一个表现的方式哦。所以呢，我们陆陆续续有这样的一个记者会，其实是希望让大家知道，就是我们针对族群的议题，还有性别的议题，我想是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必须要，就是严谨的对待，而且要能够有更充分的一个了解哦，我想才不会再度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让原住民受到伤害。所以，以上两则新闻，我想请问大家，这两则新闻它其实反映的是什么？我想问问大家的看法，那个民委会主委，你觉得这两则新闻哦，是在台南发生的，但是其实全国都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案例，包括我们之前什么大尾卢曼的一个电影，对不对？哦，讲到原住民用原住民的，应该是说用原住民的文化，然后来有一点就是在娱乐哈，在玩弄原住民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哈，所以像诸如此类的事情哈，你觉得这个其实是在反映什么？谢谢一座的指导哈。简单讲哈，这两件事情很明显的就是第一件，在我们所谓的郑成功这个托梦这个部分啊，很明显对原住民的意识文化敏感度不够。虽然他有请教过，包括义作，我们也到庙那边跟他们聊，也要求他们一定要遵照我们的实际各族不同仪式。所以第一个的道歉就是不了解，而且对原住民意识模糊。第二个，在云嘉南风景管理处，那跟义作报告，他当时那一天道歉也回应说要到部落到阿里族的我们的公廨致歉。今天上午已经过去到段卡巴索啊这个地方，所以今天上午处长已经亲自过去，这个时候应该到了，所以他也已经很清楚的知道说，他对于族群意识的这个部分还有待加强，甚至还有很多的所谓的文化差异的敏感度还要再做继续的扎根，所以在我们民主事务会委员会在台南市政府率先来推动所谓族群主流化的一个施政措施。好，非常好哦，主委讲得非常好哦。好，你就讲到了我的重点哦，因为刚刚不小心已经漏出来了哦。其实这个反映出的就是说，我们整个社会对于族群文化的敏感度是非常的薄弱的，所以呢，我们常常会有意无意的哦，不管是用语言也好，或者是各种形式的呈现也好，或者是不懂装懂也好，其实都会对原住民一再的造成这样子的一个错，就是非常感受非常不佳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文化敏感度要怎么去提升，市长？我想这文化敏感度不是只有说在我们一般社会大众哦，其实很重要的，我们自己本身要先做的就是我们的市府团队有没有文化敏感度。过去以来我的问政、我的质询，市长您也知道，我都一直是在教育的过程，告诉大家怎么样对原住民有最基本的尊重，怎么样才是真正的尊重原住民。也许我们会觉得是说，我们已经给原住民很多的社会福利了，我们已经很照顾了，可是市长，这样的说辞是不对的。福利殖民它就是殖民，给再多的钱其实它都是一种殖民政策。真正要做到多元文化，对族群的平等跟尊重，那是要真切的落实在政策，落实在生活，落实在观念，落实在心里面。
但是市长，我看到了市府团队没有原住民族政策，有原住民族活动，有原住民族的计划，可是我看不到原住民族的政策。不只是原住民，而是在我们虽然有民族事务委员会，我们民族事务委员会包含的是原住民，包含的是客家族群，我想我们也关心新住民，所以应该是要怎么样在台南市这个文化府城真正的从族群主流化政策里面，在我们所有市府团队各局处都要去落实。不应该是说有民委会，所有的东西都是民委会，当然他要做的事情很多，可是每一个局处是每一个局处，其实他都应该是文化局长。我不知道，我不记得这句话是谁讲的，我觉得这句话市长你讲的对不对？我觉得这句话讲得很好，每一个局处是其实都应该是文化局长，都要有文化素养，更何况是我们的台南府城啊。所以市长您很骄傲，我们也很骄傲的说我们台南府城是非常具有文化高度文化素养的一个城市。之前也有记者问我说对于赖市长过去这两年的施政有什么感受，我说市长您过去第一任到现在，我看到的是你不会去讲求大的建设，你一开始你是从人民的生活当中去感受我们的需求，然后您知道我们的痛苦在哪里，所以你从最基本的治水，从最基层的路平，还有交通公车系统这些等等的，从人民的生活当中去建构台南市应该属于怎么样的一个慢活城市。我想这样的一个思维是有别于一般的县市首长好大喜功，一上任就想要做大建设，越做越大之后其实留给市民的是许多的负债，拍拍屁股走了，八年两任走了之后留给市民的是什么，留给他的是什么。所以市长我对于您不好大喜功，你希望一上任之后是让台南的市民能够维持原本我们在台南这样一个慢活的生活，然后反而是让它更加的精致化，我觉得这样的方向是对的，我也很肯定。所以到后来之后您渐渐陆陆续续有一些大的建设出来，我想这个叫做循序渐进，也不造进。所以这六年以来我看到市长您的施政从批判到理解到认同到支持，这是从大的方向我对你的肯定。但是市长我必须再一次的呼吁，在整个市议会讲到原住民，讲到族群，讲到民族政策，谁在说？我看就是我跟蔡议员了，我们两个在议会里面58位议员只有我们2位议员，我们的声音是很薄弱的，但是我们的意志是非常坚定的。我们也希望透过我们的施政，透过我们的质询，要让市长您感动，要让市长您看到，如果今天的质询是告诉你说你该做这个，该给这个，该做这个，很简单啊。如果我作为一个市议员我就是这样子问政的话，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可是你会感动吗？你有感觉吗？你会了解原住民需要的是什么吗？不会。所以市长我其实问政的过程都一直在讲一个观念，都是在讲一个算是一个观念的沟通啦齁，观念的沟通。所以我们讲到文化敏感度，市长这个反映出的就是说我们整体国家整体社会台湾社会其实对原住民族群，我常常讲一句话，我们虽然生活在台湾啊，一起生活在台湾，但是我们却是最熟悉的陌生人，是不是？对，最熟悉的陌生人。然后我们以为我了解你，但是其实你真正没有了解我的明白，
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走到我们的那个生活，没有走到我们那个文化的脉络，去理解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去理解为什么我们要去争取这些，去理解为什么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讲到我们必须要转型正义，我们必须要我们的尊严主权要回来。那是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一片土地上面，我们没有主权，我们没有真正的主权，就是说我们没有实际上可以决定我们应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好像讲到我们的教育，我们在一般主流社会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告诉我们的孩子，没有办法选择说让我们的孩子应该让他们学些什么，而是被这个主流社会告诉他你应该要学什么。所以为什么有很多有这样反思的原住民族人一而再再而三的要冲破这个体制，要走出不一样的，要做出许多的改变跟改革，这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市长在这里，我想台南也是一样，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也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想要去突破，想要去改变，但是要改变的同时，改变的之前，要先改变所有局促式的头脑。如果你没有办法理解，如果你没有办法了解，你要怎么样在你的施政当中去呈现对于族群，对于我们原住民族群，或者是不要说只有原住民，客家族群也好，新住民族群也好，相对于主流社会，我们这些弱势族群怎么样可以在这个政策当中去真正的落实。所以市长，我其实以前也都有讲过吼，就是我们整个市府团队真的要好好的思考，不是讲到教育就是民委会，我请问民委会是教育专业吗？不是，整个教育系统在教育局，文化，整个文化资源在哪里？在文化局。劳工，整个劳工的那个相关的一个连接的系统在哪里？在劳工局、社会局、民委会，它其实没有这样的一个系统，它也不是这些各方面的专业，它只能说，在这个角色当中，它是可以站在原住民族人的感受第一线的感受，让在跟各局处首长、各局处在做一个协调沟通的角色。所以市长，你必须要认清这件事情。如果你没有理解这件事情，而是一而再、再而三觉得是说，民政局、原住民跟你有没有关系？好，我等一下再问你。好，社会局、原住民跟你有没有关系？有。卫生局长、原住民跟你有没有关系？有。每一个局处都有，可是每一个局处有没有相对的族群文化政策、族群政策？市长，你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有没有？没有，没有也是很正常的。为什么？不是只有台南，是整个全国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希望可以去做的事情、去改变的事情是，这样子是不对的，这样子是不对的。因为我们长期以来忽略的、习以为常的、习惯的，就以为它就是对的。所以啊，不是说其他县市是这个样子，台南市也要这个样子。我相信市长，你是一个有改革理念的人，你是个有非常有具有高度关怀的一个人。所以其实市长，你要走出不一样的格局啊。当其他县市首长在走大建设的时候，您坚持的就是用非常细致，然后非常平实的方式走进人民的生活。我想这是你会让人感动的地方。可是我必须讲，您在原住民的族群政策其实是相当的薄弱的，是相当的薄弱的。其实你仔细看，你也可以去比较其他县市、其他五都，其实在原住民政策已经走在我们的前头。那个走在前头，基本上是他们在相关的经费预算的补助是比较多的，
这个部分我们其实 就已经差人家一大截了。但是你知道台南有一个特色，我们对于原住民族群的政策，我们的想法是比较先进的，我们的想法是走在前面的，但是我们没有相对的经费可以去支撑我们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市长，我们各局处首长，我们必须要进行再教育，要提高我们整个市府团队的文化敏感度，然后要透过我们的政策能够实际的落实在整个台南的，在整个台南市，让我们的民众也感受到这是一个多元文化族群的城市，是一个可以让人感受到族群共存共荣的城市。所以这个是市长您未来应该要再继续努力的地方。哦，这是市长您要继续努力的地方。所以好，下一张。所以市长，我一直不厌其烦的一直在讲郑成功铜像。我知道您觉得这件事情非常敏感，这个在台南社会，这个在台南也非常的敏感，甚至是在主流社会汉人社会来讲也都非常敏感。要去讲这件事情，有可能会跟主流社会跟汉文化社会变成是敌人。就好像我已经被郑氏家族已经贴上一个标签，叫做叛乱分子，哦，叫做破坏族群和谐的叛乱分子。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有冲突才代表有讨论的空间，有冲突是好事，代表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更多的辩论，才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更多的省思。所以呢，我一直在讲我们要拆除郑成功铜像的用意，是要其实最主要是要去解构这个殖民跟被殖民的关系。其实我要讲的是这个概念，我从来没有把郑成功当成敌人，我从来也没有要跟郑氏家族郑氏家庙为敌，我只是希望让社会大众知道原住民在台湾这样的历史。你为什么要站起来？等一下，我还没有站。我是要让社会大众知道，我们长期以来觉得对的事情，我们长期以来所接受的一元化思想，所接受的汉文化的思想，它不全然，它 不应该就只是就是所谓的台湾文化。所以呢，在这边其实我要做的是这样的一个冲撞。也许很多人应该是说郑氏家族了，我想他们可能会有，当然会有一个自我保护机制了，但是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今天我并没有骂谁，我今天是就事论事去讨论这件事情。所以呢，我必须要讲的是说，我们在做这件事情其实要做的是还原原住民的历史，去达到历史正义。历史是怎么写的？我说郑成功他来到台湾有杀害原住民族人，可是郑氏家族说没有。好，那这样子一个对于历史的认知这么大的落差，真的应该好好的坐下来大家相互讨论。所以这个应该也是台南市政府要做的。我们对于历史的认知有这么大的落差，表示说我们在我们的教科书里面其实从小到大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都对原住民不公平啊，写的都是汉人观点的历史。所以呢，从小到大他们所教会就是说原住民郑成功他就是英雄，我们看不到他杀害原住民的历史。你知道这是很悲哀的吗？就好像是从小被洗脑一样，就像以前蒋氏政权国民党国民政府政权的时候一直不断的给我们洗脑，说我们是中国人。然后呢，我从小的时候心里面就觉得一直很受伤，我说 我为什么是中国人，我没有在那边生长，而且甚至是以前的课本有无缝，我每次讲到那老师讲到那一个课的时候，你知道我那一堂课是唯一那一堂课是头低下来的，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解读这个文章，而且那时候还很小。
所以你看原住民的孩子从小就被罚害被伤害到长大，一直坚强的活着。好，所以市长我必须要跟你讲的就是说，我们讲到这个部分呢，我希望我们的台南市政府在往后的每一年都应该要转型正义的研讨会，必须要有族群主流化相关的研习，这个东西都是我们往后要去做，怎么做这个过程，这个细节要怎么做，下面我会讲。我只是跟你讲一个沟通一个观念，就是说这个事情该做，我们做这个事情其实在改变台湾长期以来错误的观点，然后我们要怎么样真正走向民主融合。我想市长你不要小看这样的一个动作，你不要小看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我们是在循序渐进，就跟您的作为一样，在缓慢的去慢慢慢慢的让台湾可以真正走向民主的社会啊，要不然那个都是华丽的包装，汉人社会华丽的包装，可是却是压迫踩在原住民的尊严之上的所建构出来的民主，那个都是谎言。好，下一章。好，所以齁，我说我们常常啊，其实都一直有形无形在政策上面制度上，其实都对原住民看起来好像做了什么事，这个国家人做了什么事，就好像说我们有原基法，原住民族基本法，看起来很好看啊，放在那边，我们的中华民国政府真的有照顾原住民哦，因为我们有原基法来保障我们的权益啊。可是你知道吗，原基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当如果哦有政府或者是相关的单位要对原住民的土地或者是相关的权益要进行开发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的时候，必须要征得原住民族人的同意，这一件事情从来都没有做到啊，光是这一点就都没有做到的话，请问啊，我们的原基法就变成是它就像是一张，就是我觉得是好像只是拿来欺骗原住民的一个法，然后就是等于是安慰我们说我们有关心到你们哦，有重视到你们。可是呢，当我们的原基法它碰到了地质法，你知道吗？竟然是无效的耶。你知道我们的原基法它是算是位阶，算是在中央的位阶耶。可是碰到地质法的时候，您知道这个国家怎么解释吗？当我们跑到内政部告诉问内政部说原基法的位阶，跑到原民会问说原基法的位阶有没有高于地方制度法。好，这个事情就发生在去年苗栗县政府把原本就有的原住民行政处降到成为中心，然后呢把那个行政处向为中心之后，另外设了一个劳工青年处，是这样，你可以接受这样的做法吗？苗栗县政府徐耀昌县长，好，他就做了这样的事。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离谱，已经有的行政处，然后就把我们降级了之后，反而立了另外一个处，这个、根本就是在欺负原住民。所以我们苗栗的泰安乡南庄乡的泰雅族人，我们就跑到苗栗县政府去抗议哦，那一天两三百个人，结果他们的警察比我们还多啊，把我们当暴民一样。好，这件事情我是要讲说，我们这个国家哦，编了很多的谎言给我们啊，真的给我们说我们有原基法，给我们什么什么什么，但是重点是有没有真正的去落实。所以呢，我也很想问蔡英文总统啊，当你在讲原住民的转型正义，你说要设立一个原住民转型正义委员会在总统府啊，我很期待。虽然说这跟当初我争取的想要希望能够有立法然后行政实权的委员会有很大的一个差距，但是我也在看，好，蔡英文总统你未来还有三年的时间，你要怎么样在这一届卸任的时候能够
将原住民的转型正义做到，首先有两个很重要的部分，土地的归还有没有可能，这是一个。我们没有土地，我们是在流浪啊，而且这个土地我们是被抢走的，是被剥夺的。第二个，教育，教育的转型正义非常重要。我刚刚讲的文化敏感度低，然后无知偏见造成歧视，这些东西都是因为整个社会在教育的历程当中，其实没有充分的去在原住民的历史部分能够给予更多正确的而且是足够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的历程。好，所以呢，教育的转型正义非常重要。下一章，所以啊，苗栗县政府被降处的事情，他们最后就是说，好，内政部就讲那个是地方政府的权力地制法。那我说，那我们的原基法嘞？我们原基法你们是把它放在哪个地方啊？结果点点都不讲话。好，最后我们就这样子了。好，这边下一章哦。这一章呢，不是刚刚那一章，这一章是我去台东声援原住民的狩猎权，在台东海端那一阵子，其实发生了王光禄事件。哦，王光禄呢，就是他拿着猎枪去狩猎，然后反正就被抓了，被抓了就要判刑。好，那个就有一个很大的争议，就是说他拿的那个枪啊，不是传统猎枪什么之类的。哦，后来呢，也因为这样的事情呢，也促使很多民间团体起来声援，也促使我们的立法委员，一起要求修改动保法，哦，野生动物保护法。好，其中针对说我们那个猎枪哦，因为不符合传统猎枪的形式啦，知道吗，市长？如果真的是要用传统猎枪的话，你知道我们那个原住民哦，如果要符合法律用传统猎枪啊，那个很多都常常都会走火，然后很多的原住民的猎人啊，就这样死在自己的手上啊，或是死在别人的手上，就很不小心就被枪就死掉了，好几个案例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啊，当这个国家在制定相关法律的时候，哦，他告诉我们，我们传统原住民就是应该要这样活着，我们就应该要活在这个传统过去，我们应该要在这里，我们是不是干脆去住石板屋，去住竹屋啦？所以我这边要讲的就是说，我们的国家的法律其实啊，都是为别人在写，这个法律其实没有真正的从原住民的历史正义，从原住民的族群的需求来写这样的一个来立这样相关的法律哦。好，下一章。好，这个是我们在今年的时候7月30号，我们去立法院要求原住民转型正义必须要立法。好，我们那时候不管是去立法院也好，还是去总统府也好，其实我们都有这样一连串的活动哦。好，下一章。其实我们在讲原住民的转型正义，我们要做的就是拿回我们的主权。什么叫做拿回我们的主权？就是我们要从我们被决定的角色，要能够自己来决定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要成为我们自己原住民，然后怎么样能够在教育的历程当中去教给我们的孩子，他小孩子应该要学习的东西，而不是被这个主流社会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复制他是中国人。好，所以原住民的转型正义要拿回的是土地。下一章，土地正义要拿回我们的名字。好，什么样的名字？平埔族群就是要争取他们的名字，成为原住民。我想市长你在过去也很努力这一段吼，好，复权复民的过程当中，市长您很努力，但是结果是我们在10月7号，我们的10月7号最后是决定用平埔原住民的名义来恢复，算是有条件的恢复了平埔族群成为原住民这样的一个身份。好，其实市长我知道这是迫于现实的无奈，
讲好一听点，就是说，希望不要造成太大的族群的冲突，认为说资源被排挤，好，所以不得不做的这样的一个权宜之计，吼。可是市长，我也丢给你一个问题：什么叫平埔原住民？这样的一个名称，到以后真的会很错乱，真的会很错乱。就好像我们原住民，其实就是应该以族群来分。分成平原，分成山原，实际上那个都是殖民政权为了便于行政管理，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分类。到现在很多原住民还不懂，哎，还不知道说，哎，为什么我是平地原住民，我是山地原住民？我明明住在平地呀，可是我为什么是山原？就是这样的一个名称是很奇怪的。那这样的分类，其实对原住民来讲，那个都是充分显示被殖民的政策底下，我们就这样被决定了。所以市长，我们当我们正在努力讲说山原跟平原要打破的时候，重新去思考原住民的，原住民的一个可能在政治上面的，政治上应该要怎么样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参与的时候，先要多出一个平埔原住民。那我想这个后续会有很多的问题，市长你要慢慢去思考。好，下一章，我们不仅要回我们的名字，我们还要回我们的教育。更要回我们的尊严。好，所以呢，最近正在修12年国教课纲，正在进行中。上个礼拜，我到原民台的部落大小生就在谈原住民族课纲要如何建立。好，终于好不容易，我们的课程会有原住民代表在里面，能够为原住民发声，能够有原住民的史观进来。哦，好，举个例子，未来我们在社会课、在历史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有更好的、更正确的观点，能够在课纲里面能够去做修正，对不对？好，比如说过去以来我们在课本里面讲到说开山抚番，对不对？是这样，开山抚番，您觉得对吗？那个是一个殖民政权所讲出来的东西。好，我们刚刚讲的郑成功的那个什么，就是开台圣王也不对，哦，这个完全都是非常汉化的一个思维。好，所以从原住民的观点就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从这个部分的话，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推动原住民的教育的转型正义？我们就从现在正在处理的、正在审议的12年国教课纲里面，我们就要来努力。好，所以呢，要怎么做？那些东西如果真的要做的话，必须要先打破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行的整个的课程架构没有去打破的话，我们要讲怎么样能够有更好的对族群的认识、了解、正确的观念的建立，很难。为什么你知道吗，市长？现在的课程哦，架构是这样：国中、国一、国二、国三分别教台湾史、中国史跟世界史，都各一年。同样的线性的教学到高中继续。好，这样子的话，我请问哦，我们光是国中三年哦，台湾史只有教一年，然后这一年台湾史里面呢，课本里面只有2页篇幅在是原住民，用45分钟把所有台湾原住民全部讲完，市长您觉得够吗？不够，对不对？好，不够。所以请问我们有没有办法建立文化敏感度高的国民呢？没有办法吧，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还会停留在，所以老师上课都只能教很肤浅的，好，哦，原住民就是这个样子，原住民唱歌跳舞就是那样，然后原住民就是这个人那个样子这样，所以没有办法做深入的教学。所以呢，反而这样的教学是在复制原住民就应该是传统那个样子，这又是一种偏见。好，所以呢，我说一定要打破课程架构。我建议啊，我现在就一直在讲一件事情，我建议我们的教育部在这个课纲的部分哦，重新打破1年半教台湾史，另外的1年半教世界史。中国史去哪里？中国史就列到世界史就好了。我们没有必要2年级一整年在讲中国史，真的没有必要。我觉得就是台湾史跟世界史非常清楚。我觉得也不要说所谓的去中国化，我也没有要去中国化，我是就原住民族群的观点来看，我们生活在台湾，
台湾史就应该要加强，我们就应该让孩子从台湾的土地出发，来认识我们自己生长的这块土地，然后放眼国际才对啊。可是我们的教学不是哦，我们的教学太过政治化了，台湾史、中国史，然后之后世界史这样子，我真的只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没有必要。所以在这里我强烈的建议，台湾史一年半之后就是世界史，这样的话原住民的课程才有办法增加结束，才有办法增加篇幅，也才有足够的时间来讲原住民的文化。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将来要去努力的，将来要去努力的齁。好，下一章。好，接下来，所以齁，我想我刚刚讲的那一些东西，其实都是希望说我们在原住民的转型正义的工程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正确观念的建立，然后我们应该可以怎么做齁。那其实我们台南在过去的6年我们都有在做，都有在做齁，但是还有很大进步的空间。像这个就是我们成立的原民小子，已经成立了第几年了，好像成立了第五年第四年了。原民小子利用暑假开课齁，让孩子学语言文化。下一章。好，这个是民委会我们推动的那个八合一的那个什么换证，对不对？就是鼓励恢复原住民名字，然后就可以同时换证齁。这个措施也是全台第一个齁。刚刚的原民小子也是全台第一个，而且也是唯一的，其他县市没在做。然后这个桃园市有在，他说是他们第一啦，其实是模仿我们啦齁。好好，下一章。好，这个是原民中心，也是一样，全台唯一。好，下一章。好，这个也是全台唯一。市长，我们最近民委会我们这边有共同去推动的叫做族群主流化的论坛，然后从原住民的族群历史正义来看待要怎么去做更多的反思与和解。那虽然我们是在一个论坛的过程当中，其实真的观念的改变非常重要。那我们今年其实这个相关的论坛我们已经做了第3年了，研习也是好几场。那我想这个是开端，也非常重要。而且你知道吗，市长，当我在讲这样的一个族群主流化的观念带到其他县市的时候，我们的原住民社会看到的是台南市真的不一样，因为我们走在前面，观念走在前面，而且他们觉得说台南市第一个去推动族群主流化就在我们台南。所以大家也在看我们未来该怎么做，你知道吗？大家都在引颈期盼台南市政府首先推动族群主流化政策，而且我们已经有一本族群主流化政策分析报告书在这里。这个报告书呢，就是可以具体的告诉我们未来我们怎么样可以推动族群主流化。这是我们的杨副主委杨长正写的，已经在这里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应该要落实的就是说怎么去做。好，下一章。这是平埔族群哦。好，下一章。好，所以呢，我市长，我已经跟所有的我们台湾的原住民的社会哦，已经昭告说我们台南要推动族群主流化了。然后大家都说赖市长赞，知道吗？市长，他说赖市长赞。好，所以我们是一个表率哦。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下一章。好，为什么要做族群主流化？我刚刚有讲到哦，我们要从市政团队开始先做。所谓要从市政团开始做的话，就是我们每一个局处室你都要提出原住民族政策，不要只有原住民，是族群政策。然后呢，从相关的相关立法政策计划业务措施执行等相关的什么绩效评估啊什么什么的齁，重点就是说是在整个市政府不分部门的完整政策与施政过程中，将原先边缘性的族群议题提升为主流议题。好，建立族群的敏感度，这个就是我们将来要做的事情。好，下一章。好，那我们将来如果要做的话要怎么做呢？大概有这5个、哦、其中第4个族群预算与族群主流化的预算族群主流化的预算。所以市长，我要问的是，我们现在未来要做族群主流化，您认不认同？您认同？认同。好，那我们要怎么做？市长要怎么做？我们这一本回去可以参考一下。好，但是要做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确实去讨论
要怎么去推动台南市的族群主流化。所以下一章，市长，我们一定要设置台南市族群主流化推动委员会，可以吗？我讲这么多，你知道我铺陈这么长，重点就是要做这件事情，然后要做这件事情是要让您知道它很重要。所以前面讲那么多，就是因为让您感受到说这件事情很重要。虽然别的县市没做，但是市长，我看到这个东西是未来的趋势。而且如果你走在前头的话，您未来其实在原住民，不要说原住民啦，其实说让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市长您的思维，您的远见其实已经走在前头，而且提出了非常好的族群政策。为什么？因为在台南市有在推动族群主流化，然后从各局处市里面都要提出你们的政策。好，所以我问一下我们的社会局，我刚刚讲了族群主流化、文化敏感度，请问在您的这样的一个组织之下，社会局可以做出什么样的一个族群政策？简单讲，我们在族群的这个部分，我们就是不分不分这个族群的一样的。不用，局长，你可以讲得很快，你可以其实很明确的讲。比如说，我之前在咨询的时候，我就讲过了。55岁就是原住民，就是那个什么一般的都是65岁老人政策的老人的那个相关的福利，对不对？好，我们说原住民其实齁应该是55岁，我们就可以推。结果我讲了当下呢没有多久，我们的卫生局长就马上跟我讲说那个老人补助齁假牙已经 OK 了这样子齁。然后交通局好像现在也正在处理那个搭公车的事情，可是我们最多的那个社福的东西在社会局，你没有告诉我们。你在社福的部分相关有相关跟65岁有关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福利，你要怎么能够在原住民里面成为就是能够到55岁，这个部分你没有具体告诉我。上一次议员不是，所以那个局长55岁要免费搭车的这个部分，这个是在法规上还有一点困难，但是你要告诉我，你要告诉我，然后你要过来跟我讨论，说这个部分本来是65岁的，那要怎么样降到55岁原住民的部分？你必须要来跟我讨论。是，没有讨论，然后我讲了没有下文。我想是不分别的，下一个，所以我们都是不分别的在推动我们的福利，不分族群的在推动我们的福利。那就真的没有族群主流化观念了，市长。这个再慢慢沟通。好，教育局长，局长，您觉得你可以怎么做？其实就教育的这个领域来讲哦，就是我觉得要从认识这个各个族群啊哈的历史文化哈，然后呢彼此互相的了解、认同，然后尊重到融合啊哈，我想这个是一个观念上的。局长，我跟你说哈，其实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对于教育琢磨最深呐。是，但是我必须提醒你哈，您上任到现在哈，您对于族群的这个部分，您还要再多一点认同，多一点同理心，多一点了解。我相信可以做得更好。好，有一个议题你可以去关心哈，我们在12月8号，行政院通过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好，未来也会在，应该是很会很顺利在立法院哈、通过。未来这个部分会针对原住民族教族语老师专职化的事情哈、会有一些保障哈、但是这个部分可能未来在推动还有一段时间。那这个推动的话，可能会先对于部落的学校会比较快，就是快成立哈、重点的原住民学校、就是、对，在那个部落会比较快成立。可是呢，这同时间也让我们要先去思考，及早做准备，就是说我们在都会地区。我们没有原乡，没有原乡的情况之下，又分散各地，怎么样能够推动族语老师专职化？而且这个专职化呢，不是说我们其实可以用联合共聘的方式，然后用聘约制的方式，哦，就是说一年一聘，但是他就是领月薪，有他最基本的保障，有劳健保，然后呢也都寒暑假都可以有薪水。那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其实你真的可以好好思考。下一步我们可以去讨论这个部分。我提出这个事情，希望你可以回去好好的思考这个部分，怎么样在台南市先做在我们都会地区的族语老师专职化，这个事情可以做，因为台北市就已经在推动，只是我们台南没有在做。好，接下来謝謝我们的文化局长。
你会怎么做？简单讲。两个部分。两句。因为文化局在史料的建构上，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因为可以作为教育的基础。好 ，OK， 史料的建构上很重要。是。你可以做几件事情。第一个，我们的相关的郑成功的什么祭典，好好思考一下，不要再办了。好，第二个，就是我们应该可以写一本吧，就是台南市原住民政策，应该是说我们可以写在文化局这边啦，可以去写关于台南市原住民文化历史的这样的一个专篇出来。好，你可以去参考屏东，屏东他们其实在写他们的那个县志的时候，他们有分很多类，其中有一个就是专门在写原住民篇。然后我们台南也可以写，为什么？从来没有写过台南原住民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包括西拉雅族群，包括我们的那个原住民从外面移到台湾，移到台南这一段历程，要有人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局长，这个你要去思考。是原住民的这部分再把它补。对，你就把它写出来嘛，可以这个写，但是没有写哈。好，接下来那个民委会两句，推动。再给一分钟。我所提的，我们从2003年已经执行，其实两个面向，给我一分钟完成讲一下。不行，我就只有一分钟。好，我跟你讲，就是继续推动族群主流化，然后跟各个局处是做好良好的沟通协调，一起来做。好，我们问一下我们的劳工局，两句。好，今天提出原住民的劳工政策，好，就这样子就好了。是不是最后给市长答一下好吗？市长，我想我的重点就是我们要推动族群主流化，我们需要接下来的步骤就是要推动设置台南市族群主流化推动委员会，每一个局处首长都是当然的委员，然后再聘专家学者。哦，好，我们一起下一个步，下一个阶段，我们一起携手来做这件事情，可以吗？好，现在14秒。好，先感谢古牧议员对市政的鞭策跟支持啊。哈，今天谈论的这个族群主流化，基本上就是尊重各个族群，然后社会和谐发展。那我觉得说尊重可能最重要，就要从了解开始。你刚刚一开始那两个记者会内容，大概也点出这个问题啊。那后续的话，哈。当然尊重的话从了解开始，那了解恐怕要从文化敏感度啊。所以你刚刚指教了要族群主流化政策里面要设置一个推动委员会，这个市政府会来推动。那包括预算的部分，各局处的部分，这个我们会来配合。那刚刚这个特别提到杨长镇的这个，我们也会请他来演讲啊，在市政会议的时候请他来演讲，到时候再请古牧花旧议员一起来。对对对，另外就是说，我们其实一直都有在做讲习，哎，我们已经办了12个场次，四五同仁总共815人参加过了。对啊，这个对市政会议就是对局处首长，对，好，我会邀请那个杨长镇来演讲，好，就对市政会议，那就是局处首长都会听得到。好的，我想简单这样说明，好，谢谢。好，谢谢古牧花旧议员的市政总咨询，我们休息到10:30继续开会。